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庄阿文。好像很久没有拍影片了，那么今天我又回来这里。看到我的背景呢，其实就是我的家乡的。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，我桌子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罐东西呢，其实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呢，他特地从台湾带过来的手信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前面呢，这个有两个有那个框，然后这个呢是 Peppa， 然后这边有写到呢是墨西哥口味辣味。那么呢，据说呢这个它是一个动画呢，它本来其实是已经要倒闭了的，但是呢好像更美。美安公司呢把它给救起来了。如果想知道关于更多美安的东西的话，这个链接呢我会放在下面。那么呢，今天我就来试吃这一个 Happybunch 的墨西哥口味辣味的那个爆米花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啊？到底好不好吃呢？朋友跟我说它是不错吃的，那么我现在就来开箱这一，里面是怎么样的呢？哦，黑哥这个，我还没有开的时候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。它上面写什么？米勒，是这个动画的名字吗？哦，这么满哦，满到外面去了。OK， 现在来试试看，有点辣。嗯，真的不错，适合看电影来用。是的，放进去来吃真的是不错。虽然讲是墨西哥辣味，但是其实它不是很辣，就好像有点胡椒粉，但是不是我们通常吃的那种胡椒粉的味道，但是那种一点点的辣味在，但是还不错是吧？而且每个味道都是有到位的哦。不像那种外面呢是没有那个，有时候会吃到甜甜，有时候会吃到淡淡，但是这个是差不多，都是一样的味道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试吃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想直接追踪我的动态的话，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